山长水远嚟到澳门啊，就系、是、为咗佢。平治 AMG C63S Coupe， 平治就趁上个星期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期间咧，顺势发表咗新嘅 C Class Coupe， 而展出嘅呢一部更加系顶级嘅 AMG C63S Coupe Edition One 版本，车头造型咧更加具杀气，而且特别长身，营造出更加浓烈嘅跑感。延伸到车尾嘅弧形设计，加上有滑龙点睛之后嘅尾绕流，勾画出车尾线条，令到跑感更加突出。咁今次部 C63S 咧就系皮普特纯版，即系量产前嘅版本啦。咁所以咧佢好多嘅细致嘅地方咧都几有型嘅。咁例如咧就系佢嘅黑玻璃咁样样。咁黑玻璃咧就令到架车更加有跑感啊咁样。咁但系可惜咧就系、是、可能咧就嚟到香港咧就唔会有黑玻璃嘅 version 噶啦咁样。咁有啲可惜啦，我觉得。内笼亦都系豪华到极点，皮革、麂皮之外，配以抢眼嘅黄色缝线。而胎盘咧就印有 Edition One 嘅字样，再加上呢个 IWC 嘅时钟，无论喺视觉或者触觉都能够同时照顾得到。咁另外值得讲嘅 detail 位咧就系呢一个啦，原来佢个香薰咗嘅，咁配合咧专用嘅香薰咧，当出冷嘅时候咧，香薰就会透过冷气咧就渗出香味出嚟，咁令个架车咧有个香薰啦，同埋更加有贵气嘅。可惜嘅系要等到出年先至能够试车，未能够一试呢一部拥有 V8 大吹步引擎，可以输出510匹马力。以及高达700 Nm 峰值扭力的惊人实力，唯有先看看宣传片望梅止渴啦。